什么戏都不成立，就永远是后面也不出腿，永远是。那个什么敬礼的时候，我还是背着你的尾巴不好走。你说背着我，咱不都背着吗？这样的时候不是手里就等于拿一只手拖着一个人，留在这里等我，先别出去，那我回来再说。哦，再来一次下午。睡觉了，差不多。给我下次来。你为什么一直在这站着？你说在等你啊。你真的太可怜了，老师骗他，老师每天哄他骗他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你吃得好，睡得香。你好好睡一觉，明天等我准备周全了，我们就伺机逃跑。不是每部戏不都要有一个哄着骗人，然后现在命运选中了他。天选之子，哄着骗着以为一切都很好，最后他跟我说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去。